博士，你看，这次基因改造实验十分顺利，很好，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盟军总部。The base is under attack. Take your gun to fire. The transmission system of the security gate has broken. We have to open it by hand. Look! A time bomb on the door! Dismantle it! Crazy! There are so many UAVs! We already wiped out all the enemies! We've successfully protected the base! This 隐蔽行动，我们需要谨慎，避免引起那里有个单独巡逻的敌人，我们可以使用匕首悄悄解决。很好，拾取他手中的武器。可以向上攀爬。
方的按钮，激活控制电源。不错，我们已经恢复控制台的能量，抽出手柄拉杆并旋转，控制铁架桥转动方向。我是特工克劳德，任务需要我们拷贝敌方西型试制型坦克的关键资料，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。来，帮个忙，将桌上的数据接口插入坦克对外的数据接口。很好，接下来只要把动力系统的配置数据拷贝下来就完成了。糟糕，竟触发了敌人的防火墙，看来我们要临时改变行动计划了。我要专心破解坦克的控制权限，这段时间的安全工作就交给你了。我来了个不太好对付的家伙，小心点。坚持住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击退他了。快上来，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耽搁，敌人的增援会越来越多。火控系统已经上线，你可以试试新式火炮的威力。摩托车兵，快使用火炮轰炸它！真是个阴魂不散的家伙，让我们在这里终结他吧。漂亮，我们成功取得了胜利。